谁是兄弟，等会我 C 了你就说龙哥你木木真厉害，龙哥你的木木真的猛，谢谢龙哥。这会儿就我的牌子白办了，刚办的粉丝牌。等会儿就龙哥你的阿木木真的猛，能不能带我再玩一把。然后我这时候就要说不行，我那是假眼插到草外无所谓的，你这小黑子真的是无处不在啊。你看人家绝活三件套偷了，那都是我教的，两件半就可以偷了，并不需要三件装备，两件半，两件半就能偷了。我操，我磕线了！别打断我行不行？行，可以。打断我，我直接上去就要那个了，就要动手了。这个鬼医可能要送了，猛鬼医那就先走。看这样子要送了。这谁低啊，不过快五级了。对，在这里回城真的很加分，好吧，就在这里线上回城。我操，还吃一波炮合金。凯你说不行，你吃我也要吃。可以。你吃我也要吃。不能亏了我自己，好吧，亏谁不能亏打野，好吧，亏死队友不亏打野，反正哎呀舒服。不对劲了。好吧，然后往前面走，我怕他们那逃离你。对，会插眼的女孩子真的也很加分，你就插眼就完事了，你别往那里带啊。对对对，很对。兄弟们，我这把木木贼溜，凭一己之力翻江倒海，我操！
我只用翻江倒海来形容，好吧？甚至还省了个闪现，临危不乱。我身上还有闪现在，这叫临危不乱。然后那个大招叫，这里叫翻江倒海，这里叫临危不乱，懂我意思吧？还不点点关注我？一招翻江倒海，一招临危不乱，直接拿下。别抢了啊，不能抢我前锋的。这塔不能退，还要走，放一下算了，我没管。你龙哥的阿木木怎么样？问一下。是谁啊？杰斯吗？粉丝牌没有白办吧？你没白办，嘿嘿。接 Q， 会接 Q 的左一真的很加分。我的 Q， 我让他接他就来接，你知道吧？这 Q 已经被我撕下了魔咒，我让他接他就来接，他不得不接，我就送走了。看下对面有个魔抗，没有魔抗直接发炮。你好吧，六岁逆的，16岁，你这个黄城迷有问题啊！别的不说，你这个黄城迷的话，今天没有周末吧？你应该不能玩游戏的呀。没有大招秒不了他了，不出峡谷，不出峡谷。我就把弓吃了。蓝鹰怎么3-1了？不对劲呀！啊，多少分钟杀大龙来着？我是假职业，我操！我记得12分钟吧。别看，不是刑警，你不知道有一个刺客。名字叫桑兹木乃伊吗？算了，回家补个装备。打点血啊！不行啊，闪现减烂了，这兄弟。输了。这英雄不好赢啊！
这团战只靠我一个人的话，如果是法穿的话有机会秒穿，但我当时看没人是法穿，法穿有那么点机会，法棒我秒不了他。我操！我看他以为那个 EQ 已经中了，我操！我都很激动了，还是短了呀，所以说，还是短了，所以说，有的时候就是短了这么一点点，真的很无奈，好吧？短了，短了，你感觉已经中了，为什么这么短了？嗯。这时候他们要逼，我觉得非常很大一点，直接凹了，大什么？直接凹了，打龙快就是 NB。直接凹印，兄弟们，打龙快就是 NB。对呀，阿木大招吃太久了。这英雄大招快一点的话，其实还可以。那大招太慢了，确实太慢了。我没大招，什么时候做的？那怎么打？呀，谢谢萌妹。破费了，破费了，只能秒大招。哎，他一下呀，我都给他预判了。喜欢跳过来，喜欢跳过来送我真的很加分。主播又开始重振雄风了。哇操，都是一丝，兄弟们加油！结束。我猛吗？Never change.
黑吧，就是木乃伊，这个木乃伊有点猛的吧。